大家好，我是 GTD 官方 App 小组的 Cap 啊。关于这个专案的目标，在今天的黑客松已经有 OK Code 跟大家分享。那上次黑客松也有 Duncan 分享 iOS App 目前开发的进度，大家可以看前几次的录影。那这次由我来分享 Android App 目前的开发进度。目前 Android App 的部分支援 Android 5.0以上的系统，并采用 GPL3 授权，目前已经开源在 GitHub 上。Android App 一开始只有我一个人开发，因此最初使用的是 Java 开发，并且只使用最简单的 MVC 架构。但之后陆续有伙伴加入，并帮忙进行 refactor。目前采用 Kotlin 为主要的开发语言，也已经逐步改为 MVVM 架构，也导入了 Navigation、Kotlin。Unit Test 的部分也已经慢慢的在补上，但我们并没有限制使用哪一种技术，且已经开源。如果你认为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想要帮忙一起开发，我们欢迎大家直接提交 PR。接下来我来 demo 一下 Android 目前的开发进度。目前登录部分已经始作。热门看板功能也已经串接好。文章的列表。看板的搜寻，个人最爱看的列表，这篇文章的阅读，以及文章推荐的功能。以上呢就是 Android App 目前开发的进度。而各位看到的 demo，目前 Android App 很多地方还没完成，所以就需要继续进行开发。如果有兴趣，一起加入我们。若你对 Android 开发没有兴趣，也很欢迎加入我们其他小组。只要你对于我们有任何的兴趣，我们都很欢迎你，很欢迎到 GitLab Stack BT Channel 找我们聊聊。谢谢。